主料：白菜叶200克，猪肉末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老抽、香油、鸡精、葱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食材：只取白菜叶，肉馅里面加入葱姜末、油、酱油盐，顺时针搅拌均匀。白菜叶过热，水桌一下变软，捞出再过一遍凉水。白菜叶铺平，放上肉馅全好，放盘子里，上锅蒸20分钟。蒸出来的汤汁放锅里加，少许淀粉熬1分钟，熬出来的汁淋在蒸好的白菜卷上。烹饪技巧：捉白菜叶的时候，热水里加少许盐，两滴香油能保持白菜的颜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